头啊？什么都不叫自行车？你猪头啊！我们两个全身上下就一张卡，自行车不收卡。我说光熙啊，你是不是该减肥了？我好累，快点到家了。你啰嗦什么？累的人是我哎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像你总该满意了吧，大小姐？嗯。好。来的哟，你有没有觉得所有的东西在烛光的照应下都变美了，别人也陶醉了。嗯，我们来切蛋糕吧。嗯。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啊？